念佛有四种方法。一、持名，就是念佛的时候先要持名，在念经之前一定要先讲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如何如何。二、观相，看着观世音菩萨的相念经，心里会纯洁。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三、观想，就是脑子里观想观世音菩萨，但是观想很难。刚开始学佛念经的人，稍不留神，很容易走火入魔。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同修们好，我今天现身说法。我两个胳膊肘上的皮癣已经20多年了，一层一层的脱皮，用啥方法治疗都没有效果，抹点药膏稍微见好，第二天还会长出来，很难受。我已经多年夏天不能穿短袖了，很是痛苦。最近一位同修告诉我，让我念礼佛大忏悔文，再配合小房子21章一波一波的念，结果奇迹发生了，一个月不到，顽固的皮癣基本好了。佛法真实不虚，我发愿今后更加努力，好好学佛，真修实修，永不退转。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2024年4月13日早晨7点左右，我和女儿师兄去放生，在红绿交叉口，突然有个女孩撞到了我左大腿，当时我感觉很疼，但是放生回家的路上就好很多，第二天我的腿完全好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南无龙天护法菩萨保佑我平安顺利回到家，保佑我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帮我躲过一劫。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前几年因为心智不够，无明跟风，导致修行路上障碍重重，如今业障来临，以后一定勤看师父博客，紧跟师父开示原文修行，做功德要如理如法，依教奉行，尊师重道，不集资，不敛财。师父在2015年4月11日新加坡开示过，不要随机应变的聪明，那会伤害你的慧命。师兄们一定以我为戒啊！感恩大家。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不辱师命，尊师重道，齐心协力，薪火相传。一，众志成城，广度有缘，众生无边誓愿度。二，树立正知正见，正能量做心灵法门的弘法者。度人要看缘分，不要盯着人家。选自2013年11月1日直话直说，就是很自然的，不要去盯着人家，因为人有一种逆反心理，因为现在人都有一种逆反心理，你是好的一个法门呢，你就跟他笑嘻嘻的在边上，对不对啊？发一个东西，如果他想看一看，然后你再慢慢的跟他讲，千万不要啊，跑上去像逮住一个一样的，这么渡人的话把人家吓跑了，嗯。
明白吗？哦，这样好，这样我们会注意这一些东西。然后要人家有兴趣，你首先看啊，他拿的东西他有没有兴趣？他如果有兴趣，那你就跟他讲；如果他看都不看，那你跟他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明白了吗？要看有缘分的呀，有缘分，我们再跟好好跟他讲，跟他解释。等他拿了那些纸研品啊、传单啊、书本时，我们再跟他说，如果他们看了，就算他们不想开始念经，就请他们再纸研给他们身边的人，这样子。啊，这个可以，反正慢慢讲，好好讲，因为好的东西也不能这么像电价品一样塞给人家的。人家都怕的，明白。观音菩萨这么好的法门，广度有缘众生啊，所以很多好的东西就是因为大家塞呀、啊、塞呀、啊，弄到后来人家都害怕了。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四实相，就是实实在在看到的东西，也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不想任何东西，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什么都不往脑子想。实相的意思就是自然的，不往心里去的东西，不要用心去执着的想。我要看到观世音菩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